我们即将要去的呢是中国朝鲜族的民俗园。那么说到朝鲜族，大家知道韩语的你好怎么说吗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一个人来的眼睛，帮我照照这个帅哥啊，给你们桌加个菜。晚上吃饭去。他们帅哥表白了。表个屁！陈师傅，你先回来吧，我今儿自己走。我不想一个人。 可怜，我在平时帮家一点忙，你呢？我做金融的，在上海。咱俩认识这么久，也没见你邀请我来你家。那漂亮呀！毕竟离开那么久了，有时候家在哪儿也分不清了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找个地方，闭上眼睛往下跳？要不要过来？ 走，今天再带你溜达溜达。想怎么活怎么活呗，放松一点，大声喊过去。很久以前，长白山上有只熊，他们每天向神祈祷，希望可以化成人。 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女人。